区叫做道，他们的特别的行政区叫做道，叫做北海道，最北边的领土叫做北海道。往南，日本最大的岛屿就是本州，就是各位现在所在地本州。东京、大阪等等的大城市，通通都在本州上面。好、哦，那本州的下面有一个小岛，哦，比较小一点，叫做四国。四国，哦，那日本最南边的大岛叫做九州。好、哦，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、九州，加上往南一点，靠近我们台湾的有一个列岛，叫做琉球群岛，又叫 Okinawa， 又叫冲绳。各式各样的名称都有，可是日本大概基本的这个岛屿组成，那日本行政区的划分呢？对，第二天他们分作一都、一道、二府、四三个县、3000多个乡镇市町，有一个名字叫町。这个町的话，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字里面没有这个字，日本的汉字，左边一个田，右边一个町，甲乙丙丁的丁，有没有？我们姑且把它念作丁好了，好不好？哈，这是日本很特别一个行政区划分，是最小的单位，好，乡镇市丁。好，那一都就是日本的首都，也就是各位现在所在的什么？东京都。那这个是来当天哦，你摸五天回去啊，我去疫区大阪五天。不是，咱是来当天，咱来当天哦。东京都，哦，日本的首都东京都。一都一道，一道是哪里？哎，刚才跟各位讲最北边的北海道，北海道哈、哦，二府呢，日本的第二级行政区二府哈、哦，都在关西，就是现在日本疫情最严重的哈、哦，大阪府跟京都府，大阪府跟京都府，一都一道二府，下面还有43个县，好、哦，43个县包含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昨天降落的成田机场，在日本的千叶县。千叶县等等，哦，43个县，哦，那你会看到，哦，介绍日本的这个都，哈，他说东京都，东京都，但是你会看到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叫做首都圈，哦，日本首都是东京嘛，东京都，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首都圈，哦，首都圈是关东地区发展出了一个很特殊的名词，首都圈包含哪里呢？包含我们昨天降落的千叶县。哦，还有日本那个东京都周遭的几个。哎呦，没有电了。黄居啊。黄居。怎么怎么写？这是什么样一个地方？皇帝居住的地方叫黄居啊。是这样的。写吗？真的。应该是写。这里是。就跟那个怎么吃林一样的。但是处处都可以看得到。可是我们吃林的是最大的。里面不是有锅吗？在日本有锅。其他？速度多少？神色，好大哎！大红。嗯。红色的计程车。绿色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还有黑色的，自行车好像都颜色没有固定。对呀、啊，但是车型好像都差不多。对，它是以认车型为主。这里还是东京吗？这里还是东京吗？对啊，东京都啊。这是人造的吗？都西装的时代啊。哦，来，那个，我们稍微准备一下哈，很快就到了。左边这边哈，从刚才哈这个都市穿出来哈，你各位看到这一块区域全部都是黄居的范围，这个都是他们的护城河，哦，护城河，这也都叫我们很快就到了哈。那这个跟各位报告一下哈，我们这个阿成带团的这个方式哈，都是我们下车之后哈，到景点，我们来到日本，南黄居，黄居，你看那么多人。来护照哈，皇居，军神，军神，我们用同军神的，400对，晚上找你们，400对12万哦，400对12万，对十二万对，300万，军神，同军神神，真的好好勇猛的感觉，对啊，
是麻雀在上面，还有鸟巢在尾巴上面。对，这是张毛巾。日本非常厉害的一个人。黄居。呀，有麻雀的。就外面有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叫护城河。因为我们很多是出来的。我们现在正要封街。封街。对啊。对，要封。封街封街。行人标志。大家对，拜拜。大家对，拜拜。我们来到了黄居。黄居。黄居。这是皇帝居住的地方。你在照什么？没有，我这样子才能看到，眼才看得到。太近了。近吧，要这样子要。太近了。隐隐，胖胖。32。332。332嘛，啊，我们那个101的是508。508.2。东京铁塔的功能干嘛？东京铁塔就是哈，地震来的时候，大家在那边避难，可以停止电车的那个运作嘛，然后发出电波，发出电波、啊，然后它有什么功能？飞机的那个指标嘛，对的，不是导航啊，导航哎，导航那边哪一个？这边机场啊，地震的时候有没有它发出电波影响人的脑波？有没有全部啊？可以走到这边，东京铁塔，所以它是有功能的呢。日本的小学生，我做户外休息。护城河。像我们这边的那种圣经，就是在，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到一个东西，来，你站着。辛苦，这边有一个，那个，那是警察。等我一下下嘛。我叫你一个。那个警察被挡住了。刚刚有拍过啦，标高，标高329呀，329，完全不一样了，请看之前的那一篇的内容，回顾一下，对，它是发电波，催眠人脑，通电脑波，东京铁塔，都认识。一年只开放两次哦。这个的这一整栋高楼大厦后面是东京的地铁，这个算了。好，我们被催眠了，我要往东京铁塔方向走。我左边哈，超左。路上最旧应该都是。哦，你要简介一下。日本战神呀，带领400军抵抗120,000的那个军队哈。帅。在护城河前方。我怎么记得是我们去美国之后。哎，这个好。买鸡，我在卖冰呢。这个可以摄影，我们摄影。
这个就是第二天的中餐。在炉子火。我们终于有中餐可以吃。晚上还有螃蟹可以吃哦。晚上是螃蟹吃到饱。早餐我已经吃到饱了。晚上螃蟹吃到饱。丢。那个锅哈，你看滚了就可以开始用了，没关系，好就可以开始用餐。这是家庭的哈，我这茶，这是茶啊，这是茶，小茶。哦，绿茶。这个是饭。哦，对，这个是喝。有绿茶，那。我们要坐海盗船喽！日本汉字叫海贼船。海贼船。我们往海贼船的方向走了。海贼船，来，你们这边稍等一下哈，我确定一下那个船班的时间。好，这边稍等一下。厕所在哪边？哎，那个洗手间是旁边那一间。好，旁边那间。好，那个厕所一下。还没嘛？那我先。来，这样子好了哈，你们，三十分钟，哎，三十分的时候啦，不是三十分钟，三十分的时候回到这个里面来集合。好刚好被挡住了，要搭船喽！你们是要搭海盗船的？我去当海盗了。对，山寨夫人。嗨，布拉斯米，嗨。走楼梯到上面，走楼梯到上面的甲板。上面走，走到这边的，再上去了。来，上来。会有人来。会有人来呀。好累哦。哇！来，上去来。
关门了，关门了。来到上面去了。喂 ，Maki。走楼梯喽。タイタニックでいいじゃん。好像有个贼贼他拍过。到那边去好不好，爸爸？きれい。ねえ、どっから流れ出してんの？よーだ、みなちゃん。我们下船喽！呀，下船了，神社了，是不是？神社，船头，要拍船头吗？没有，刚刚有拍的啦。刚刚名字有拍，他是摄影的，他从一进上船的时候。全部吓一跳，吓一跳。今天的天气真是太好了，太过于好了，太棒了，真爽。两次来，都有看到富士山哦。两次哦，你来两次。我两次啦。富士山哦。来这边，对，这是第一次来，最新国。对啊，为什么那么好？哈哈，我家有钱啊，不要跟我走。靠。这里是平和公园，汽车和平，很真实时机。有佛祖，里面有舍利子。左右两边，这个是印尼的石狮子，这个是应该是泰国的，我们台湾的在这边，我刚刚是什么？在前面一点是韩国，不是啦，气死我了！没有，因为刚刚不知道谁哈把这一台弄成照相的，我不知道，忘记了。用照相的就对。对啊，气死我！这么拍一次？对啊，人家。你都没有介绍，有啊，刚刚我介绍，哦，痛啊！哇，巴鲁哎，上面有只乌鸦，啊，前面一点跳，模组啊，这样模一组。来到和平公园，有墓碑啊。
哎、欸，那个四面佛，对啊。拍得起啊！我在想前面可以稍微挡着吗？不是啊，是那个光线根本补不到啊。还是拉不起来吗？它光太强了，它摄影机没办法补到那个镜头。哇，啊、不可以有用什么什么反光什么过的？你晚上有用那照明啊？那个太亮了。你觉得补得过太阳吗？哦，富士山有，耶，到到了，很漂亮哎，真的很大。对，富士山哦。它白色那个是积雪。我们去和平公园看不到。啊，是雪哦，那那么冷哦。哎呦，北极熊。北极熊哪里？在上面。靠，北极熊的嘞。富士山，这就是富士山啊！终于拍到你了，还是有下雪哦。这里就最高，哦，很清楚哎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就刚好，它那个不会太阳不会太大。怎么我妈拍的时候看到一大堆小山？哎，这里可以。可是刚刚很赞，哎、欸，那个在这里，哦，有人爬吗？有啊，那三个，这不错，这不错，很棒很棒，这就是最好的纪念品啦、啊。对啊。